今天是璇璇、透透陪我们来麦当劳吃汉堡，带了露露猪跟牛牛一起来哦。Signature 极雪系列，菌菇安格斯牛肉堡，布里欧面包，然后夹着，是厚实四盎司顶级安格斯牛肉哦，蔬菜街的牛排，菌菇，奢华入堡哦。白白的是法式香草酱哦，只看到生菜跟起司哎，所以它其实就是布里欧面包，里面有安格斯牛肉、翻炒菌菇跟法式香草酱，跟还有生菜啦，就这样。起司，生菜跟起司这样。他官网说有小平菇，全部都是羊菇，所以我们拿走了那个露露猪，因为我们搞错了，他的汉堡里面没有培根，没有培根，我们搞错了，所以现在留下了牛牛哦。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吗？他都变成了汉堡肉了，的确不怕困难。啊 ，super 卡哇伊！可口可乐，就算吃了。好，那还要拍照。对，好可爱。璇璇可爱，兔兔也可爱，看起来蛮 yummy 的，牛肉的味道非常的浓厚， QQ 的菌菇就是羊菇，增加口感，好吃耶。这种布里欧面包奶香味比较浓哦，菌菇、牛肉、生菜、起司，竟然都很搭哎！法式香草酱是酸酸的，菌菇安格斯牛肉堡单点一个新台币124元哦。